你记住，你个新兵蛋子遇到主角不要慌，直接掏出砍刀，反手就是一刀，你知道不？刀架他脖子上，直接让他给你跪下。匕首会用不？你就上去直接噗噗两刀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会不？我害怕。你怕个毛？枪会用不？你看咱这帅气的银色小手枪，掏出来啪啪两枪，他死不死？不死。不死你背上加特林，你突突他。咱这火神炮弹药桶涂装做工突出一个牛逼，一梭子上去他还能牛逼不？还不行，你用火箭炮。咱这火箭筒金属的质感，霸气的造型，还用我多说不？你离远点直接堵歪一炮，人都给他炸没了，就剩两只鞋，我跟你说。或者你还可以拿个狙，离远点一枪给他头爆了。可是人家也有枪呀。他有枪怎么了？咱还有盾牌呢，咱还有手榴弹呢。你就躲后面，趁他一个不注意，你直接手榴弹往他脸上砸，你看他死不死，骨灰都给他扬了。但是人家装备也不差呀。嘿西，他们装备有咱霸气吗？别看咱是配角，衣服的做工跟他一样一样的，咱这一身小军装版型多立挺，咱这皮革质感的腰带，咱这乌黑锃亮的小靴子，他有背包是吧？咱也有，咱还有个软胶天线呢。哎，咱还有钢盔，他有吗？他有个单儿。咱这钢盔一拿下来，你看咱这发型像不像周润发？咱这两个头雕，眼神刚毅不？鼻子立挺不？嘴巴撇的有没有那个味道？满口大白牙，眼睛都给他闪瞎了。但咱是配角呀。配角又怎么了？素体都跟他一样，我告诉你，都是15厘米标准六寸。咱这头，咱这腿，咱这胳膊，咱这腰，咱这脚，鞋往上面推一推，可动范围还能提升，真打起来不一定谁雌谁雄。还有咱连包装都跟他一样，咱这个包装你就自己买个灯装上去，那跟他的效果可谓是一模一样的好，就连这个漂亮的地台都是同款，而且也能连接。那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你不废话吗？哥啥时候骗过你？还有咱这六对手型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虽然只有三种样式，但也刚好够用。有人说它是年度最佳六寸，那咱就是年度最佳反派。这长官，他们好像来了。你看，他们就在前方。哎，长官，你去哪儿？哎，我早上衣服好像没晾，晾衣服去，晾衣服去。